看卡通哦。好慢哦。我用最新的2600 4G 耶。2600只是多了一个新频段，又不是到处有，而且手机没支援三频也快不了。网速有多快，实测最知道。最具公信力测速平台 Speedtest 全台实测，台湾大哥大速度第一，真的比较好耶。台湾大哥大到处快又稳才是最好的 4G。